吃什么吃？你妈妈都不给我儿子了，你还想吃鸡蛋？有饭吃都不错了。奶奶，那我能不能把我吃剩下的给他吃？哎，花花，剩下的晚上吃，也不给青青吃。奶奶，你对我尽好了。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啊，能不能换女儿青青吗？青青，妈妈来看你了。妈妈，我饿。走，妈妈去带你吃饭。 去哪儿？我带我女儿前往凳子去。我叫你一声妈是尊重你。我希望你的偏心以后能改变一下。要不是你儿子不争气，我能离开我女儿青青吗？以后我的女儿我自己带。妈妈，我不想待在奶奶家，我要跟你走。妈妈，以后永远不会离开你了。走。哎呀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妈妈，那里有个流浪狗，我想帮助它。对，吃饭来说对他们太困难了。 粮食能左右他们的命运，参与互动拍摄，助力喂饱流浪动物。啊，我们以后让这些流浪狗吃得饱饱的。流动小摊开门来，喂喂汪汪喂喵喵，小小流浪河马，黑暗料理别吃了，一起分摊喂饱它，山内动物很简单。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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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好你个不大病，竟然给孩子赚这么多钱，我的呢？哦，你大病请悠闲的吧，你给我过来。怎么了老婆？可怎么了？你给孩子花那么多钱，我是你老婆，那我的呢？老婆，不是那样的，我给您有大惊喜呢。什么惊喜？快说。银联优惠日活动开始了，点评论之恋心，参与银联优惠日活动，每周二周六领吃喝玩乐优惠券，还有幸运签签抽，每日消费就有机会抽到优惠券或红包。哇，老公，我错怪你了，原来你对我这么好。我们家青青长大了，知道维护奶奶了。那当然了。你不是喜欢哈利波特吗？比赛定在16号星期后。哈利波特女巫巡逻夜，参赛选手都是来自不同赛区的女巫小姐姐，不仅技术高超，而且非常漂亮可爱。点击评论区前往哈利波特魔法觉醒官方直播间看女巫争夺夜。爸爸，我有点热，我要喝水。行，爸爸给你买。青青，你想喝点什么？爸爸，青青睡着了，你别叫她了。管她没妈的孩子干什么？快去给我拿画画板去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妈妈，前面有个公园，你带我去玩好不好？哟，还真是，走，妈妈带你去。妈妈，青青怎么办？不管他，咱们走。啊，好。爸爸，好热。妈妈，我没来呢。妈妈，妈妈，好热，难受。哟，我挂上面的东西都卖光了。最近身边的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，都赚了不少钱。快点击下方链接上闲鱼卖点闲置赚钱吧。花花，水来了。哎，青青，青青，快醒醒。青青，青青，你快醒醒了。哎呦，这孩子怎么还不醒，喝点水。你终于醒了，吓死爸爸了。爸爸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
到你了，都怪爸爸，都怪爸爸，再狠一点。没钱的球球、啊、这是爸爸给我买的水，谁让你喝的？李大兵，不是我说你的，你给花花买的水，为什么给球球喝？你们两个把球球放到这里干什么去了？要不是我来及时，就是打救。对不起老公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吧，我不想结婚呀。你成天就知道吃，赶紧写作业去。去吧。有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原来你在家里靠吃。奶奶，哇！你一天就知道和你妈一样靠吃懒做。笑话怎么了？你自己不做饭，还怪孩子，他把孩子熬成什么样？你就惯着他吧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静静，妈妈给你做。嗯。求求求求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有家长的好消息！妈妈，什么好消息？两星登场笔记，六幺八活动开启了！点击评论区链接参与六幺八活动，共享档期、折扣力度、联系方式就可以报名了。啊、哦，妈妈，那你赶快去报名。来，我要当红孩儿。讲个笑话。晶晶，去给妈买两包盐回来。什么？买盐？哎呀，我也可以更零花钱了。啊艾拉森纸尿裤，健康当家裤。艾拉森纸尿裤，你感觉柔软吗？艾拉森纸尿裤真柔软。